对对对对对昨天晚上在板桥造势之后，十点结束，马上赶往板桥这个高铁站，坐了最后一班的加班车，回到我的家呢，已经是凌晨2:45，快三点了。那特别休息了一下，然后早上陪着妈妈，带着妈妈来旅行，当了一个公民的一个投票的义务跟责任。这也是我们所争取多年才得到的一个投票的权利。